OK 啦嘛，各方面调整完毕。准备啦！我而家师妹咧带领你玩一个结局先，两个结局，我要安排好最好嘅路线。呢、这个导游各位团友，加拿大叔会将会喺呢个丧尸之城带你睇佢唔同嘅历险旅程。做乜鬼嘢啊喂？哇吓死佢！啱啱变一变画面，我话。几惊又有咩冬瓜豆腐啊，大佬！我谂住安排好个行程，佢唔知喐一喐咁样吓得我界面。嗱、啊，呢一个师傅咧，就是、玩到去咧，寻日你咪见到卡呢头嗰啲嘢，我有佢死咗先，我有卡呢头死，咁咧你可以十二点咧就准备有直升机噶啦，到啦，我而家只要等直升机到，你就可以体会到。嗱、啊，阿 Jesse 未死嘅呢、這个结局，你可以见到你哋最中意嘅女女就冇变到丧尸嘅，仲系咁美女。我唔知点解冇变啊！啲特种部队又冇嚟到嘅呢、這个记录系，因为我冇咧啊，冇打电话嘛。因为上回讲到咧，卡呢图系有个咩 jamming 个系统啊，佢整到你冇办法打电话 call 啲总部嘛。咁 Jesse 打唔到佢总部咧，咁啲特种部队咧就冇嚟同城。咁啊！但系唔知就点解佢冇变到丧尸啦？啊！咁啊，卡呢头咧就俾屠夫啊剁鬼死咗啦！啊！咁啊，而家我哋就等直升机睇下点啊！我可以玩呢度又可以有两个结局，呢度有得俾你拣嘅。我话可以一，你而家上个直升机；二，你等直升机嚟，你都唔上去。咁啊，你可以即刻体会到呢两个结局先。首先。好嚟啦，点啊？唉，佢话咩？点啊？佢死咗。佢话咁即系话我哋而家冇嗰个密码去解除嗰个 jamming 嗰个系统啦，咁佢又打唔到去啦，佢又打唔到俾嗰啲特种部队。你想睇卡呢头点死啊？有机会，如果你想睇嘅话，我仲有个方法可以令到你睇到。而家你有冇叻机啊？大部分人是信定咩？而家顺便测试啫，之后玩啲有趣啲嘅 ending， 可能仲咩？信啊！我而家仲有11:30噶啦。嚟啦，有剧情啦！直升机嚟到啦，准备嚟救我。唉，我谂紧个阿西啊，都唔知道有冇办法顶咁耐啊。不过承诺就系承诺，点都要嚟救下佢啊！嚟下啦。好啦，而家大家选择钟兴家，你想玩咗边个先？上唔上个直升机先啦？定系留喺度先？啊？上定唔上？上先啊！你都係始終人類對生存嘅慾望都係比較大啲，講真。上個一夜擁冧條女啦 ，perfect， 海棠春睡，喺度嘈交成日，喺度爭仔 ，fantastic， 佢想爭呢個肥佬喎，定點啊嚇？呢條女。Fantastic！ 哇，一条女已经900多分，有冇搞错？啱啱影咁多人，哇！你见到佢闹佢粗口啊，闹佢，哇！佢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哇，好核突啊，黐线 ！Perfect， 上去嘛？而家仲12点，我哋就上去，自己上，系咪要师傅先啊？而家 save 咗，今日一阵就唔使捞咁耐。咁我哋又可以即刻玩埋唔上去啦，睇下先，系呢个位置啦，应该冇问题。我好惊一阵 save 错第二个位，跟住我啊即刻要由头玩过，我冇办法可以令到你玩埋体验埋第二个结局。
啊，呢、這个你今晚可以满足三个愿望，天啊出嚟弹，我哋点啊上去等啦，我哋系嘛？你第一个系想上去见到佢哋系嘛？上去搭直升机系嘛？我想带埋 Jesse 走啊喂 ，Jesse， come on， 唔听话你就死啊！我话咩？上直升机啊，女人，想跟我富贵荣华，上直升机啊喂！我提咗你啊，你唔上佢系你嘅事，你死你事啊！好，准备啦。好，准备啦，仲有十分钟。我做埋下，你有冇啲咩白痴嘢？我喺呢度可以做到，爬唔到梯喎。你又似你，好嚟啦。等直升机到，几型啊！好啊，呢个日佢系咪有装嗰个胸部定乜鬼嘢？点解我都觉得佢好似有胸？出面又成堆丧尸，我哋喺度等啊，等啊，直升机快啲嚟啦！嗯，好啦，我都冇仔细欣赏过阿西，你觉得呢个造型点样啊？啊，哎嚟啦，十二点，好紧张啊！究竟会有啲咩呢？好嚟啦，直升机降落，安全着陆。好驚啊，佢點啊，欸 yeah come on， 大家你好死喎，叻仔喎，過嚟啊。Hey Fred， 喂阿 Fred 點啊，我都話嚟救你，我係叫阿西啊，你聽住啊，喂我而家有多啲乘客嚟喎，你得唔得先，我 ok 嘅 yeah， 好嚟啦。点啊！直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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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个直升机我装到几多人？我好多人喎！哇！点解 Jesse 要失缩一角啊？哇！喂，你救晒呢啲人啊？你唔系我讲笑系嘛？啊，好似系，诶，咩事啊 ？Jeez， 你嚟呢度啊救人啊？定系影相啊？点解哥呢个咩丧尸嚟？虽然系发冷气咧，发冷气，发冷气，发冷气咧，发人黑咧，呢个点啊？走到呢、這个离开呢个城市，但系所有嘢仲有谜团。之后咧，佢话呢个事件点啊？佢话一连串嘅，佢话美国仲有其他地方咧有嗰啲啊丧尸事件，跟住点啊？佢呢个地方咧就值得留念嘅，唔知咩 remember？ 哇，好鬼快啲字，大佬睇都未睇得切。低能啊！咁样结局有乜搞错啊？白痴啊！就系救晒啲人咁啊走咗。咁点啊？咁啊咁无聊啊呢、這个结局，直玩咗咁大堆睇嘅嘢就咁白痴，芝麻筋，试下唔上直升机睇下会点啊？喂，你唔好同我洗啊，师傅啊！睇下先，佢 level 升埋 level speed， 乜鬼嘢 ？New skill master。喂，我睇下先，我不如即刻 reload， 我惊咁样佢会 save 咗。大家意下如何？啊？呢就系我如果再揿落去，佢可能会自己同我 auto save。我建议咁样，你哋点睇？我建议揿 Xbox 弹去主选单嗰度，点睇？啊？因为如果唔系，我惊佢会即刻自动 save， 好嘛？会唔会先，各位兄弟？算啦算啦，我重开啦，我 reload 啦，我惊一阵我辛苦安排好嘅布局俾佢破坏咗，大镬！自动 save 就大镬系啊！法兰克点西，法兰克咧？
你黐线嘅，又喺度乱笠廿四，乱笠法兰克点西法兰希咧？你又听得太，你个耳你读快啲又系咁样。法兰希咧，你系听错，精神病，冇乱笠廿四啊！告你诽谤啊！啊，告你诽谤啊！啊，屈我，毁我清誉。好贱啊！你哋系好中意同阿西一样啊！嗰啲无良记者乱咁屈，求其整嗰啲砌人生猪肉啊，剩嗰啲。我哋睇埋呢个，我哋睇埋先，唔使急。我哋要睇三个 ending 嘅今日会，今日我会带你导游达，今日会带你第啱啱嗰位团友，你啱啱已经睇咗一个 ending 咧，就系、是、解释咗啊呢、這个。阿西咧就未能够咧成功完整咁解决呢个丧尸，虽然佢有成功一啲好赞赏嘅报道，亦都离开咗呢个城市，但系咧好多疑团都未解开，会睇睇第二个结局。我哋系咪要出去啊？唔坐直升机，可能 security room 去咋？当照计，佢惊你唔记得咗，挂住喺度玩雷雷定点？佢系好心地，佢系冇注意。各位看官，稍安勿躁，我哋即刻出落去。我哋好快嘅，一等几分钟。因为我哋呢度嘅六秒啊，等于佢哋嗰个一分钟噶啦，每六秒一下嗰度啊，呢、這个天上咩一年啊，地下已经一世啊嘛，有冇听过嗰啲咁嘅事？好嚟啦，我哋等够钟，一掉落去，嘥下啲时间喎，你喺度。请起你旋风弹，哇！一嘢锯落去，请起呢个女人大力掉落去，再嚟一嘢掉你落去嗰个架度，咁都唔死，打爆你！嘢瞄住个柱冚落去啦，契弟，一嘢拱落去，哎呀，咁都冚唔到落去，长角，一嘢锯爆你，呀，打落去，时间啊，要有时要浪费时间都好难，你睇，平时咧做任务赶头赶命，而家嘥时间咧又觉得时间好吓，系、差唔多啦，时间到啦，杯面。三分钟到啊，咁啊，啱啱好啦，嚟啦！佢会要照同我去上去嘛？你估佢会唔会？我出得唔够远，真心一问会唔会呢？我好担心啊！即系我即刻冚爆头啊！嚟啦，佢捞完。你睇下佢系咪噎紧咗噎？诶，喺度，佢就发现咗，咦，个西未到啊！啊，目无表情啊，几时？拜，唔见人喎、啊，唉，时间到啦，师傅啦，我有顾客，诶，咩事啊？咩上过嚟啊？即刻！那个螺旋桨转得咁快，诶、喂，嗰、那个影相佬救咗你哋系嘛？哇，我谂就好似好一个的士司机咁样啊，佢话啊，准备坐稳啦，黐孖筋啊，都唔起码都讲下我系啊，咩咩阿西救咗我哋点点点，一句都冇好啦。生存者发现咧，佢哋离开呢个商场啦。啊，咁啊，有机会咧就对呢单嘢有啲帮助嘅，但系咧佢搵唔到阿西，跟住又唔知佢下落咧依然系不明。哇，呢、這个结局系终极嘅结局，我哋又捞翻啦，我哋而家各位看官，我哋而家准备啦第三个结局啦，主菜终于上嚟啦。呢、这个主菜嘅结局咧，又比较有趣啲嘅。我又话俾你，你系咪想睇卡呢图死啊？吓、啊，不如如果卡呢图死嘅话，就可能要啲时间，要3至5分钟。睇唔睇卡呢图死？
俾屠夫点样俾嗰个变态佬玩压玩？诶 ，sorry， 捞错 save， 等等。我因为我寻日买啊，我寻日整咗个 USB， 系呢个呢个。哇！做乜鬼嘢啊 ？Save game is corrupt and cannot be load properly。佢咪低能啊？求下你捞到啊！黐线啊！我今晚由头玩过啦，真系黐线，唔好意思，真系我真系唔知咩事。我寻晚拉屎，我特登整好晒，我寻晚打好晒两个 save 攞 USB， 唉。系咪弱智？真系，所以我你话几百次呢、這个呢部机，讲真，我而家都冇晒 mood， 讲真，我心情都跌咗落谷底，真系垃圾到白痴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强烈，完全谂住欢天喜地，一路安排好两个路线，我已经讲到明点整。寻日拉屎打到去嗰、那个，我整到去猪肉佬之前啊！你想卡列图时，卡列图死嗰阵时，我都整好咗。等等先，我喺呢度睇睇先，我翻去，我 check 个我 save data 先，我一摆入去，我一调查下个喺 Xbox 嗰度睇睇先，真系好白痴，唔知系咪插得唔实定点样，但系佢又同我讲 save 咗冇理由。等等，我可能有机会修复到嘅，你大家唔使稍安无躁先。睇多次先，等等，记忆压。揿落去，我杀咗你！唉，点啊？而家有几个做法，一就系将个设定档抄过去，二啊，我而家即刻一路玩落，玩翻落去，万丈高楼由地起，我自己玩啊！零点 ，new game， 黐线点得啊？咩转 game？ 我都未睇个结局，傻啊！呢解唔得啊？唔服输，五年我一路屈咗五年嘅心结，你要我同我而家讲完结冇可能，一定唔得。等下先，我掹一掹个 USB 试试先，等，冇啊，唔得，冇可能。呢、這个我屈咗五年嘅，谂住完美 ending。迟迟咩播 YouTube 呢啲更加冇可能，呢啲我会做么？呢啲嘢打机一定要靠自己实力爆到先有意思，你睇嗰啲结局冇用，一定要一齐经历钓胜于渔啊！你冇听过呢、這个，冇读过呢篇课文，我已经重新啊插咗入去啦，准备啊，掹掹插插，食屎啊！我又唔会再用呢个 USB， 我好彩冇。冇再擺啲咩機密公司嗰啲嘢，如果我做好嗰啲嘢交啊，要交入咗呢 USB， 我真係死硬，我話俾你聽。由頭玩過啦，講真的。